看，要过年了。一年又一年，这里的春节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们回来的脚步，因为这里有只有我们才懂的凉皮，有漫步在文化广场的轻松惬意，还有好大好大的电动轮，有亚洲最大的铜矿山。所以过年可以没有火车票，可以没有好天气，看不看烟花没有关系，有没有礼物也不重要，拿不拿红包，赶不赶得上春晚都不要紧，只要回到这里和家人在一起就叫过年。家人在，团圆在，福就在。